宝贝，核弹在我体内即将爆炸。我是刘美芬的儿子江劲邦。如果有一天你也跟我们一样，邦邦得了精神分裂症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很想你。有些难关真的不是单凭努力就可以跨越。10月16日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，走过爱的蛮荒。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。